男人可以忍住多久不泡妞？今天呢，我就来告诉你，希望男人们千万不要来骂我，因为我说的也都是大实话。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？男人不泡妞就像把魂丢，所以以后你想泡妞啊，就尽管的去泡。那有的兄弟朋友就说了啊，不知道怎么泡妞啊。今天呢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个能泡到妞的神器。不管年龄多大，30岁、50岁，甚至是80岁，我怕你穿上它呢，女人都想主动的靠近你，瞬间提升你在女人心目中的魅力。就是这一款男人都在穿的磁石内裤，冰丝面料不仅透气，还能根据你的体型完美贴合。它前面呢还是这种立体凸起式的囊袋设计，你有更大的活动空间，而且啊，吸汗速干的面料。重点是前面的小磁石可以重点呵护您的重要部位，反正这个内裤啊，就是你穿起来感觉和没穿是一样的，舒适度很强。只要你穿上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女人不仅对你上瘾，而且会被你迷得荷尔蒙直线飙升。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样的魅力呢？左下角赶紧去试试。